小学好像这个礼拜就考完要放假了，是不是？对。我顺便问一下，你们考的好不好啊？还好，不知道该如何形容。啊哦，有一个自己已经承认说不好不好的，我来问一下是谁？是你对不对？好恐怖！我的耳朵很好哦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还是有很多位很特别的这个特别来宾来参加百万小学堂。其实呢，每一个人看完我们节目，都觉得说越来越简单，是不是？而且有很多的白痴题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不会，就是因为你没有来百万小学堂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，其实我最开心就是每一次呢都有一代、两代、三代的人来。今天这一位呢，我常访问他爸爸。然后呢，我相信在座呢很多电视机前面都看过他爸爸的书，但是年轻一辈的呢可能都听过他放的音乐，而且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让我们来欢迎刘轩。刘轩，台湾作家刘墉之子，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班毕业，现为国际知名的音乐创作者、艺术 DJ 和畅销作家。身份多元的他，今日会是带走10万元奖金的那匹黑马吗？好久不见。很多人呢都是看着他长大的，都在看你爸爸的书中看着你长大。哎，是的，真是。你妹妹比较幸福，我们也看着她，但是她不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就没有不会指指点点。嗯，不然她溜冰什么都会讲。啊，对啊，很多我们以前小时候的事情都会被抖出来，都被抖出来。其实我觉得刘轩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。哎哎，潘玮柏。今天这个啊，都是俊男美女李立群坐在旁边，您真是突出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但是呢，我们节目非常需要你。上次你来啊，说的故事啊，把小朋友都唬得一愣一愣。我告诉你，我说的都是真人真事。真人真事，还有吗？你要看你问什么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看刘轩在光复国小的时候。哇，这一张是我在小学三。小燕老师有那么好笑吗？我觉得小的时候，你爸爸就希望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。没有，小燕老师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近视已经很深了，然后真的，对对对，我那个时候我是小学三年级，我已经300度了。我觉得你如果说我是罗大佑的儿子，我们也会相信。光复国小念多久？光复国小念到2年级。2年级，对，所以就是3年级。所以今天很有把握了。我很有把握可以撑到三关。潘玮柏，你很有把握撑过几关？我希望能过两什么三关。我有自信过那至少要过这五关吧。希望。你是第一个来。好。卷书，对不对？是，是一直流浪的话，应该有增加很多很多的学问，而且我们的题目就是在生活当中，对不对？好，先选小朋友。妞妞。好啊，既然我在美国长大，我觉得就选我最有把握的英文。英文。选择题，以下的名词复数变化何者有误 ？Bus 是 bus， 很奇怪 ，bus 是一个动词，哎，动词怎么会有复数的 ？Basis， 哪一个有误？我要说三。三。哇，你们叫的声音真棒！哎，好大声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小朋友都七声的，因为你第一次来，他们待会对李立群就不会这样。哦。对，第二
起来会比较好一点。是吗？你确定了吗？啊，确定。我们要在第一题先挂掉吧。OK。啊，妞妞知道是。对。我要不要用牌了？我要用。相信自己。相信自己。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。好，我要相信自己。好，看我们这边，相信自己。不管啊，我确定了，我确定了。我必须要忏悔一下，有很多的时候，很多的特别来宾，我都叫他相信自己，结果呢，他都以零分而回去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。我跟他们说相信自己那是对的。觉得你很有把握吗？你需要给我一次反悔的机会吗？没有。哎，你确定了就没有反悔的机会。三。好玩吗？好可怕哦！真的吗？好可怕哦！好，再一题。四年级艺术跟人文，好了。四年级的艺术与人文。选择题。简单。法国默剧大师马歇马叟创造的经典《白脸小丑》叫做什么？一，碧波 （Bibo）。二，碧普 （Bip）。三，碧霸 （Bbox）。我。哇，这个这题会不会送分题啊？这个对我来说不是赠送题，为什么算收？我觉得好不行，我得用卡了。用卡？因为对，只有我要二十。好人卡。好，我用好人卡。用好人卡。呀，我用好人卡。是谁呢？看看。确定，我要确定哦。好人卡是可以让你。哎，你们不要什么东西都哎哎，有两种哎，有那种哎跟哎，要帮我一下。好。一点都没有来帮我们。好，来，请按确定。好，不管你们了，我按确定了。知道对不对 ？Bibo，Bibo 浴火凤凰里的那个 Bibo 是什么？一个连续剧里面的一个，对不对？连续剧里面一个娃娃啦 ，Bibo，对对对，好，来，说，好，小西瓜，小西瓜。四年级的自然跟生活科技，好了。好的。选择题：以下哪个地方被称作“地球之肺”？一、亚马逊雨林；二、婆罗洲赤道雨林；三、非洲尼罗河雨林。一个会写“放任心中100次”的流浪的人，这一题应该自己回答。你去过很多地方吧？是的，可是这三个雨林我都没有去过。啊。好，最多氧气的话，那这样子照理来说应该是最大的雨林。那么最大的雨林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亚马逊雨林。确定吗？我们的答案啊？要不要参考我们的答案？为什么要参考你们的答案？我们这边有很多答案哦。真的吗？比如说。婆罗洲啊，婆罗洲啊，这个印尼这一带，事实上，它的原始森林比亚马逊还要大。它的原始森林，事实上它的面积还要大。那么，我们还有不同的声音，你要不要听听看 ？Weber， 你觉得？哇，我觉得呢？我觉得潘玮柏跟雨林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没有，我刚才听到他说一个潘玮柏。雨林不错，这都可能都可以啊。我建议他还是答三。
我觉得你用一张卡吧。好，我用同学。这跟我的本来想的是一样，所以本来想的是一样的，对，所以这样说话完全确定，完全确定。小西瓜照我，我也照小西瓜，你也照小西瓜，就是不照李立群。一，其实呢，地方大，但是呢，亚马逊里面的树非常非常的多。所以它集合的氧是几乎是我们全地球33%，对不对？哦，它吐出很多的二氧化碳。它一直在那个在迅速的减少，迅速的减少。来 ，OK， 好，再来二年级生活，二年级的生活。选择题，你开车吗？交通大执法，在台湾没有取缔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标准。是车前几公尺内需暂停礼让行人，一3公尺内，二5公尺内，三10公尺内。好，我觉得行人有的时候是故意走到车子旁边，他就靠近车子旁边走过去，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但是你车子必须在几公尺？几公尺？我觉得这个我就选知识卡。知识卡？对，我要用知识卡，因为知识卡。小学生的知识除了来自课堂上老师教授的内容，还有一部分是上网搜寻自我充实的成果。使用知识加卡，知识力量大，对不对？一公尺，感谢知识。好，三年级综合活动，综合活动问答题。动画《马达加斯加》的四位主角，除了狮子、斑马，还有哪两种动物？马达加斯加是很有名的动画，然后呢，他们要跑出去啊，然后四个人的脸呢，常常挤在一起啊。我知道有一只猴子，然后。那应该就是我看，如果把它加西亚的话呢，我看应该我只好猜了。袋鼠？袋鼠？怎么可能袋鼠呢？马加西亚怎么可能会有袋鼠？你觉得他们都在给你答案吗？当然不会啦。然后，所以是好，是不是有一个犀牛？是不是有一个犀牛？犀牛，对，有一犀牛，对。犀牛，我不知道，我印象很模糊，我真的没有看过这部电影。就是那个脚很那个的叫犀牛。对，我是。好，狮子、斑马、犀牛跟猴子。猴子。好，按确定。好。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说 A 的，不过，你们也不会给我答案啦，所以就 A， 因为我是按确认了。马达加斯加。狮子、斑马、犀牛、猴子，对不对？有谁知道？河马跟长颈鹿，答对了！你长得好漂亮啊！结果我两个都不对。河马跟长颈鹿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你觉得，如果你爸爸到台湾来，他会来上我们节目吗？有可能啊，因为你告诉他，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如何教你诈，不是教你诈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你跟他说很久不见，很想见见他。那你在台湾的时候念书的时候，有老师记得吗？我记得好像有同学记得吗？同学是不太记得，因为实在太小了。那我有记得有一个。张老师好像在一年级、二年级，不过我记得比较深的当然是也是美国，我刚移民去美国的老师，对，好用对美国人你们听不懂中文，不过我还是要说中文给你们说，谢谢你给我们的栽培，我知道你们一直希望我长大以后可以
成名，然后赚大钱，因为你们都跟我说，你们希望我给你买一个豪华轿车。那我本来今天上这个节目就是要想买豪华轿车吗？对，迎来的就是要来付这个头款的。不过今天只好给你们买一个玩具车了。OK， 谢谢。今天要来跟我们挑战的这个是在夏天，它就像一条活泼的鱼儿一样的在。到处游啊游啊游啊，老公很会游泳的陆诗梅小姐。哎，陈姐好。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刚结婚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哎对，上次来的时候刚结婚。对，一切都好吗？嗯，还不错啦。其实哦，游泳不是会身材变好吗？应该会啦，但是我都是在游泳完之后马上进补，因为很饿啊。就人家黄品源上礼拜来，我身材保养得很好哎，真的哦。对，来来来来来。选个一年级生活来压压惊好了。好，一年级的生活压压惊。选择题：搭乘台湾高铁，到站时间比原定时间延迟多久便可要求补偿？太简单。15分钟。二。太简单。30分钟。三。45分钟。我每个礼拜还往返，我都坐高铁，花了那么多钱还买不到学问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但杜诗梅有钱能答对高铁的题目吗？啊！哇塞，这事情大条了。斑马是像马嘛？小乔，我女朋友，我认识。谁知道英国小孩怎么玩呢、啊？我有感觉，我要学个10万挑战题吧。Coming soon。我每一周我都要坐高铁，我去什么？你去垦丁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我都要去垦丁走。告诉你，这是你的权益，这是我的权益，对不对？对，到站时间如果比原定少多少才可以要求补偿，不对的话他不补偿哦。但是呢，我其实在这里我要说一下，我觉得李立群你一定常坐飞机，对不对？你下一次在坐飞机的时候，错误示范，我曾经就不上飞机。全飞机场到处找我，不上，不想让人家等，结果他们就开了。好，来，小姐，我已经给你很多时间了，这场面太难看了，真太难看了。一年级的生活而已，一年级都知道的事情，我每个礼拜还往返，我都坐高铁，花了那么多钱还买不到学问，所以我决定选。同学卡，已经答案是开始了。好了，一定要用他的答案了。如果不是30，那就抱歉了。健康好了，好，健康一题。选择题：小曼在公园里被蚂蚁蛰到后，伤口又痒又热，请问这会是哪种蚂蚁？一、小黑蚁；二、红蚂蚁；三、红火蚁。小曼在公园里被蚂蚁蛰到后，伤口又痒又热，为什么都是我这么切身的问题？杜小姐，我们的布景啊，布景就是布景哦，会垮的。好，你确定了吗？我自己觉得是，每次被咬，然后我逮到它是什么样子？是红色的，所以是红蚂蚁。红蚂蚁应该不是红火蚁，红火蚁咬到就是那是很危险的。好，又痒又热。确定吗？可是红火蚁才是最可怕的啊！所以呢，到底是红蚂蚁还是红火蚁呢？红蚂蚁。
决定了什么？答案是山红火蚁。你一直擦汗呢，我真的好可怕，我好紧张哦，你好紧张啊。好，你只剩下一张卡了，小姐。没关系，现在无所谓，先跟小姐了，现在无所谓。来来来来，全部给我，想我，小西瓜。选择题，今天潜水。世界上最大的活珊瑚礁群位在一帛琉，二马尔蒂夫，三澳洲。这题啊，应该大家都不要帮他答。这题你再不知道，你真是应该被你老公休掉。你既然嫁的老公是天天潜水，你这方面知识要懂啊，你要跟他有交流啊，对不对？交流除了潜水还有很多别的啊。好好，拼了拼了拼了。哇，是澳洲。我答案是澳洲，来听听。难看就难看了，哇！拼了，要不然老公就休了你。三，澳洲。你们都知道吗？赖雅妍都知道吗？潘玮柏都不知道。我连活珊瑚什么都快不知道，快不知道。潘玮柏，你不知道活珊瑚？我的插播是啊，就是会动的嘛。会动的是水母。好，六年级国语。耶，有没有看过的？选择题：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这是苏轼的《念奴娇》，诗中提到了哪位美女？一小乔。二西施，三王昭君。李立群知道吗？一定知道，他一定知道，一定知道。哎，大江东去，我只觉得大势已去。这一题超简单哦。超简单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觉得是王昭君哎。王昭君。君一去不复返。看见了吗？确定了吗？六年级为什么要？六年级这一题算非常简单的，是不是张君雅小妹妹？哎，真的有像，很像张君雅小妹妹。好了，可爱。好，决定了，决定了，来。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。使用知识加卡，知识力量大。为什么偏偏是他？小乔。谢谢你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这是苏轼的《念奴娇》的这个。小乔出嫁了。好了，数学。台北县的七岁国小五年级的这一位黄子坚小朋友，他的题目是问答题。动物园里有20头河马，每头河马约重3500公斤。如果一台货车的载重量是12.5公吨，要分几趟才能载完所有河马？考这种换算吗？一定要考，一定要考换算吗？这
才叫数学呀。为什么？不会的话你就告诉我几趟好了。赖雅妍在算哦。一公吨，那一公吨等于几公斤啊？重量级的杜诗梅怎么可能不知道河马的公吨怎么算呢？点我，杜氏是那个牧羊人吗？你有看过这个童话书？埃及艳后老公是谁啊？我要猜一下。如果我停在这一题，此生已足矣。一定要考这种换算吗？啊哦，赖雅妍在算哦，一公吨。一公吨等于几公斤啊？一公吨等于几公斤啊？我记得好像是一千，对不对？还是不对？还在算呢？啊！你先要换算哦，公吨公斤，然后呢？最多可载多少？然后就知道要几趟。好，确定了吗？我算不出来了。好，所以你要算一趟。五四有小数点吗？还是整数？当然要整数。整数哦，整数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是几趟嘛，对不对？五几趟？六趟。好，你确定？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了。七趟，你们怎么算的？六趟。你几年级？你都会了。好，几趟？七趟。哇，他还挖鼻孔，七趟。还有两只没在的啊，所以要加一啊。好贼哦！你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就剩下两只河马又跑？你又跑，他为什么？你不能长得当中有一只河马，就要慢慢走，慢慢走。那下次再载他嘛。所以要，所以要六加一哦。六加一，哎，要六加一。你比上次退步的，你要不要解说一下什么原因？我觉得其实潜水的小孩不会变坏，但是会稍稍反应变慢一点点哦。缺氧吗？是的，干净的空气吸太多了。那这次很玩得很开心，而且最后是有一个大班的小朋友来告诉我这么重要的知识。我这样子弄得太难看了。每一次来我们节目，我们每一个差不多五个到六个特别来宾都有每一个紧张指数。那今天紧张指数最高的应该就是接下来的这一位，虽然他的专辑叫007，好像非常非常厉害，他也可以跟国际巨星一起唱歌，他也可以在演唱会吊钢丝，可是他就最怕来百万小学堂。好，让我欢迎潘玮柏。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小姐，每次都看到你在，大陆啊演出啊，很多的这个活动啊，然后也看到你的 MV 了，新专辑007，希望大家可以好支持。然后还有跟那个阿肯合唱，对。那你去美国一起录音的吗？在东京。
在东京一起录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其实真的蛮紧张，这是我还最紧张的一个通告。这是你最紧张的通告。零零七常常就动五嘛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头脑，所以今天我要自己来测试一下。等一下，零零七是又有头脑又有四肢又发达。又有头脑又有四肢又发达，对，有吗？零零七是那种特，但是你活珊瑚不知道的话，我就觉得有点紧张。那纯粹节目效果，真的吗？对。高铁你也知道吗？高铁有啊，当然知道啊。你都知道？刚刚小曼我就觉得奇怪。小乔你也知道吗？小乔，我女朋友，我认识。但是潘玮柏，我要讲啊，其实呢，说起来呢，刘轩是有点压力，爸爸学问很好，对不对？你爸爸呢？我教授。对。是。所以这也。他知道你来上这节目吗？我没有跟他讲，不敢。但他看他会看到，他一定，因为他每一集都有看。他每一集都有看。潘爸爸，以前我访问过你哦。你不用太让他知道我在上这个节目了，因为我怕我到时候答错，他会那个，你知道。我不会，来这里都答错，没事。我跟你讲，刚刚小曼在。如果你觉得你儿子答得不好，你自己来。我都这样鼓励人。这倒是。这倒是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就很多人呐、啊。都觉得来这里很紧张，其实 OK 啦，这是你吗？这张照片是你吗？啊，对，我小时候的样子，对。那万圣节是吧？你穿的灯笼装吗？不不，小姐，这是蜘蛛人。这我跟我弟，对，我跟我弟。你跟你弟弟啊？对，我跟我弟弟。所以他现在也很大了。他现在大很大，比我大。长得很帅。你为什么要停顿很久？因为我每次都说他，因为他很帅，可是他长得像姚明，对，很高，什么科学怪人乱讲，你什么意思？姚明就是很高大，对，我当然也很高大，还多高？多高？我弟100，知道吗？100也还好，181了，180，但是比我高啊，我才174。哦，其实喜欢打球吗？很喜欢打球。可是你这张照片啊，怎么？你看起来就像哥哥。啊，对，因为我是哥哥，对。我觉得我们这一段的问话，如果拿去金钟奖，我的主持人就会得奖。对，我还对不起。我问的是废话，答的也就。真的很糗，是不是这个傻瓜春放在这让我变小了？不是，你这张脸，我要应该3岁、3岁、4岁。你的脸怎么像3岁呢？可能看起来有30岁的样子。真的吗？还是因为我弟看起来有点像弱智。我觉得真的不要当明星的什么兄弟姐妹，很可怜。一张照片拿着。我弟很可爱，他小时候就很可爱，长大很帅。现在很帅、欸，很聪明。有女朋友吗？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刚分手了这样，所以刚分手。这边是我们家电话，如果他打，真有。因为我弟现在非常杰出的一个年轻人，对。非常杰，怎么杰出法？他就一个人在美国工作啊，已经工作了，在工作，对。然后他也是以前在念华盛顿大学的荣誉榜毕业。真的哦。然后现在有一个，其实我不太知道他的行业是什么，但是 anyway 他就是自给自足就对了，对对对，就自己赚钱，但是没有女朋友，分手了，没有女朋友，对对对 ，OK， 我也没有，如果大家也要介绍一下，双兄弟都可以，双兄弟以结婚为前提，交朋友要以结婚为前提，是是是，潘伯伯这件事情你交给我们，哦，真的呀。哦，你会想要结婚吗？慢慢会想啊，差不多时候到了就会想，真的时候再过几年，再3-4年会想结婚，像个家庭的感觉，要有家庭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希望像我的孩子，像你看林立群一直摇头，哎、啊，觉得我在骗人吗？你觉得结婚不好吗？哎，我觉得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什么意思？哇，韦伯好会说啊，没有，开心开心，开心开心开心，哎，听他谈话我开心了，真的，开心开心。开心开心，被他唬得一愣一愣。我没有唬，跟着他一直在说。他自己在那边，他自己在，不是我真的。说不定你家里啊已经摆了一个老婆了。哇塞，这事情大条了。没有，当然不可能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事情也不是没有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是严重的。你当然不是了。如果有小孩，一定会告诉我。不会。我想还会对啊，但是我来看看今天你答题，看看你有没有资格未来做爸爸。希望可以，希望要有一点基本常识才能做爸爸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张照片真的看起来
可以哈，是一个很深沉的孩子。那天可能心情不好。对，你真的是看起来，你张脸是老脸嘛？好，来，跟现在，来选一个小朋友，来，朱，我想他们可以选多久？好，我选这个朱荣，好啊，荣。加油靠你咯。好，哥哥不是很聪明哈。先四年级英文。四年级英文都认为自己英文很厉害。是非题，简单吧。我们玩的剪刀石头布，英国小孩喊的顺序也是 scissors rock paper， 对还是错？这会不会太简单？不是，这太难了。这有什么太难？谁知道英国小孩怎么玩呢、啊、你知道没有跟英国小孩玩过吗？没有人跟英国小孩玩剪刀石头布吗？很少。你们在美国没玩过吗？没有哎。没有吗？大家蛮礼让。蛮礼让的。应该是一样的。应该一样吗？应该是一样。应该是一样。应该是。剪刀石头布，我们不是外国人，我们就只到剪刀石头布。你们没有玩过剪刀石头布吗？哎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啊！不是，啊，不一样，这怎么不一样？因为哦，想起来，想起来什么 ？Stone paper scissors， 确定吗？对，这应该不一样。Stone paper scissors， 我想起来了，应该是 stone paper scissors， 没错了。那所以你说是错，对不对？对，这题是错，对。确定吗？确定吗？确定吗？应该是。这题啊答错了，我就表示我没童年而已了。不但没有童年，就应该也没有小孩。错。哎，对不起啊，蓉蓉，我们差20年差不多，可能玩的不时代不一样。古代人，你不觉得好像是古代的小孩？很可爱。结婚为前提。对。来。好，四年级的国语。四年级的国语。选择题。帅哥人人爱。以下哪个成语不是形容男子面容俊俏？一，潘安在世。二，潘郎车满。三，潘病臣腰。潘安在世绝对不是，因为他是形容人家帅。所以呢？其实潘冰臣腰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潘郎车满跟潘冰。二还是三？二。我觉得潘郎车满应该感觉是好像，就是好像很多那种嘻哈音乐里面很多，可能很多女孩子都会跟踪就欣赏，或是你知道？确定吗？我觉得是那样。潘帅潘玮柏不改一贯的美式作风，中国的四字成语中竟然出现了外国的美女啦！膀胱无力，每一个人都会抖啊，有什么无力的？哎，举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我这一用力，4分钟就滴完了，这伤身体是吧？伤身体。Listen， 潘安在世绝对不是，应该是形容人家帅。所以呢？其实潘冰臣腰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潘郎车满跟潘冰。二还是三？二。我觉得潘郎车满应该感觉是好像，就是好像很多那种嘻哈音乐里面很多，可能很多女孩子都会跟踪就欣赏，或是你知道？确定吗？我觉得是这样，我觉得是。所以。我觉得是三。我觉得，你觉得，我觉得几？三，确定吗？确定吗？短暂的宣传一下专辑先。三，他们好像很怕我哎。选一位小朋友，
J 姐林俊杰。丁丁啊，丁丁。丁丁。加油加油。自然。自然。自然就好。哇塞！选择题，左图最有可能是哪种动物的脚印？一犀牛，二斑马，三长颈鹿。我相信不是人的脚。这个还感觉。这个有感觉。有我有感我有感觉。你有感觉？一，斑马是像马的马，马是像那种你知道那个，这样差不多这么大而已，没不是长的。长颈鹿，我印象中的长颈鹿也是。都瘦瘦长长，所以他的脚都瘦瘦长，脚也是细的，穿高跟鞋。我想是犀牛。但极有可能也不是。确定吗？确定吗？你不是犀牛吗？可是，因为这动物世界跟我们不一样。不一样。犀牛是好险好险好，所以是长颈鹿。第一个要介绍的这个是犀牛，但犀牛因为它的脚是前三后四，所以它这个脚看起来是蛮明显的，当然也蛮大的。那第二种介绍的是斑马，所有的马它都是鸡蹄类的，所以它是一个蹄啊站在那边，它奔跑起来也非常快速。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长颈鹿，那它的这个脚它是属于偶蹄类的，偶蹄类哈就中间会有一个缝隙，这缝隙就是它的抓地力会特别强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答案是这个偶蹄类第三种长颈鹿。三年级艺术。三年级艺术。选择题，小潘想约小西瓜跳双人舞，请问以下哪种舞蹈不属于双人舞蹈？一 Tango， 二华尔兹，三肚皮舞。小安老师，我先说，那个三种舞我都不会跳哦。三种舞你都不会跳吗？哎呀，潘玮柏什么舞都会跳，对不对？肚皮舞。叫喵喵跟他跳。你会跳肚皮舞吗？不会。会跳 Tango 吗 ？Tango。和华尔兹。好，答案是。应该是三肚皮舞了，因为。肚皮舞。对。这真的需要那个。好。这题不用挨我。肚皮舞。会不会觉得这题目太简单？这题是稍微简单的，稍微简单一点。所以啊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出这一题，我心里会难过，我心里真的难过。我觉得制作单位有点瞧不起我们特别来宾。哦，原来是怎么可以出这种题目呢？对不对？赖雅妍本来很喜欢潘玮柏了，就这一题，他就觉得说，啊。写个十万挑战题吧。原先选个小朋友，来到十万哦。小西瓜来呀，小西瓜。西瓜来呀。二年级的生活。二年级的生活，好厉害。选择题：韦伯晚上去骑脚踏车。如果没开灯会被罚多少钱？一300到600元，二600到800元，三800到1200元。各位，现在大家都在骑小折，你有骑小折吗？很少。很少。你有骑小折吗，刘轩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好。雅妍有骑小折吗？李立群有骑小折吗？我根本不知道台湾那个脚踏车开始罚钱了。罚钱？多少钱？好人卡，小西瓜救救他！来，多少钱？一。开车罚的多
小哲，你看，怕你身上钱带的不多，所以罚300到600，对不对？巷里面就最好还是开灯，因为你们有的时候在行人安全。我五题嘞，你已经五题了，哇，好厉害啊！数学，不要，一年级的健康语题，一年级的健康语题，来，啊，问答题，这一题你就十字韧带受伤是许多运动员的梦魇，请问人的双腿、膝盖共有几条十字韧带？不瞒您说，你的十字韧带已经受伤了，断过两次。哎呀，有男朋友，如果十字韧带断过，你不会在意吧？这不是腰子。急着解释幸福的潘玮柏会在十字韧带这题破功吗？我好怕我第一题就下去。美国会比较你知道的洋派 rap， 我很怕是那个鱿鱼。登山应该是倒数第二名，家都傻瓜。Coming soon。不瞒您说，你的十字韧带已经受伤了，断过两次。两腿的话，我如果没记错是前十字韧带、后十字韧带、左十字韧带、右十字韧带，所以应该是，是不是啊？应该是八条吧？八条。我觉得。还是四条。四条。八条。六条。反正不会七条就对了。应该也是一个偶数。四条。确定吗？四条。哎呀，有男朋友，如果十字韧带断过，你不会在意吧？这不是腰子。你说什么？又不是要，就是什么？要一起跑步，或是什么？但是我要先告诉人家，如果说他想要一起跑步的话，你说哦，我的韧带，而且告诉人家，他腿又长，你又追不过人家。对。OK， 好，十字韧带就算全断了，我可以推着他走。几条？4条。4条。小草，对不起，哥哥太专注了。潘玮柏，不是我在想，你不能对女生这样。但是我今天是有让你不专心，因为我一直讲赖雅妍的事情。So sorry， 但是今天没有机会，你们就走了，我就没机会讲了，对不对？小草还会唱玮柏的歌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人家还会唱你的歌。哪一首？不得不爱。哎呦，女生的。不得不爱哦，女生的一段。哎呦，女生。哎呦，来来来，恭喜。什么是真爱 ？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分？说的比想象更快。啊！厉害！C， 综合活动。哇塞！问答题：桂林山水甲天下。那什么山水甲桂林？桂林山水甲天下，什么山水甲桂林？这个，甲桂林我还知道，甲桂林啊，什么山水？桂林山水甲天下，哪里的山水甲桂林？长春。
知识卡，使用知识加卡，知识力量大。杨秀，你的答案其实也不错，他说家里的山水甲龟。哎，这很决定，因为我剩两题，对不对？嗯，就十万了。社会跟数学还有机会，我觉得跟社会比的话，五年级的数学哈。数学问答题，小潘五次考试平均成绩为87分，每次考试满分是100分，为了使平均成绩达到93分以上，至少还需要再考几次。会不会？他应该有个公式。小朋友会不会？会不会？对呀，我应该知道。五年级的数学。对。有人会吗？对，在上面很难讲。对，慢点啊。等一下。等一下。这个有时间限制吧？我也不能等太久。等一下。好，还需要考几次？还需要考几次 ？OK。有小朋友会不会？五年级以上会不会？五年级以上的会不会？六年级的应该会吗？等一下。不行，等一下，我快出来，我就一半了。好，一半。等一下，3个半，快了，应该是这个。6次吧。6次，哎，确定？为什么6次？因为我是这样随便乱算的啊。你随便乱算。就是。我相信是随便乱算。如果你要考到90分的话，95 45 450，那再加你总共要到93的话，三你还要再平均3的话，你至少是要再多几次了。好，你是说几次？我觉得一次或是在2次。一次或。一共几次？6次，对不对？总共6次。要再，因为你要5次嘛，所以是再6次，应该是再1次，不是2次。一次好了。可是刚刚是讲6次，对不对？6次。6次。那要先乘以5算出它的总分，然后93是它要达到的目标，再乘以5是465，然后465减掉435等于30，就是那个它原本的平均加上它减掉它想那个不是那个，所以它最一次最多可以追上7分，所以30除以7是4余24加1等于5。对，所以这样还要加一次，对不对？嗯，因为它还有余数，所以是5次。但是心有不甘，心有不甘，对你6次差1次，对，没有，是我刚对，对，好，18000也不错，好，其实呢，这个算很高的分数了，我觉得你爸一定很高兴，谢谢，好，今天你要讲什么？你今天答题答到现在的感想，今天录影的感想是什么？我觉得我非常超越了自己的能力。然后我觉得很开心，很谢谢小时候的老师教我这些，但是的确最后摘在手上的还是跟小时候一样，就是数学，然后会继续努力算清楚一点，这样子以后
买菜啊，买什么东西才不会算错数字？对，如果买菜的话，可以跟别人一起去买，没有关系。啊，是吗？有人可以帮你算。啊。不过他也算错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时候一起错也是一种，也一种乐趣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今天在现场呢，我想看过《观音故事》或者是看到《爱到底》了，那大家都很喜欢一个女孩子。她叫做赖雅妍，最近她演出舞台剧，在里面她是演傻瓜还是演聪明人呢？我们来欢迎赖雅妍。还有各位智囊团大家好，智囊团大家好，对，那个看观音的故事，还有这个，哎，那次我看范丞丞。演那个爱到底，嗯，对对对，小姐有演出吗？嗯，我也就是黄子佼的那一段。好，这个傻瓜村这个是在七月要在国家戏剧院，对，七月二十四号连续两个礼拜呢，就是五六日都会在国家戏剧院演出。嗯，然后我第一次演舞台剧，第一次演舞台剧吗？很紧张。你其他都是演电影啦，电影。是第一次舞台剧，然后可以跟李立群一起演，对，哇，而且他演我爸爸，我们俩一家都傻瓜。好，来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接着小的时候念的是往昔国小，是，我想胖的那个应该不是你，我是后面那个很遥远的地方那个。阶梯上面没有啦，中间那个。中间那个，哇，小的时候就很瘦。可是这个时候其实是我国一的照片，因为我国小基本上不拍照。为什么？国小是个很有个性的女生，谁敢拍我照，我就把照片收起来。为什么？好奇怪哦，小的时候不是你们叫我拍照我就拍照吗？我就不喜欢，那小时候就是因为。可是小的时候。你爸爸说要拍照，每一次啊到哪里，人家都要完了，我爸就说来，站在这边，然后号召。对，那你就过去把他照片撕掉啊？就是国小的时候啦，国小的时候。脾气这么坏，我这件事算了。他脾气很不好哦，小的时候拍照他会拿去撕掉的。哎，我可以忍受脾气不好。我的意思也是先跟你说啦。啊，是。好。选择题，成语名落孙山典故里孙山考了第几名？一金榜第一名，二金榜没提名，三倒数第一名。等一下，可是我觉得他应该倒数第二名啊，因为名落孙山是最后一名啊，所以孙山应该是倒数第二名，可是没有这个答案。国父是叫孙中山没错，但孙山真的会是考倒数第二名的那个人吗？一来这个邮递区号气死我了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每一年级都害怕，不是逃也是跳。太难了吗？我每次都是就是觉得哎呦捏着头皮过关，再说就算了，行了。Commission，我好怕我第一题就下去了。乖不乖？最后一名吧，最后一名。好，确定吗？等一下。可是我觉得他应该倒数第二名啊，因为名落孙山是最后一名啊，所以孙山应该是倒数第二名，可是没有这个答案。题目出错。题目没有出错。可是他有可能，确定了，对，他有可能没提名嘛，所以是第几名？你要不要求救于小草啊？我跟我国语很厉害耶，小草。你国语很厉害，我觉得你国语很厉害。应该吗？是三吗？
帅气吧？潘玮柏，她是一个有个性的女生哦。很好。她会挂你的电话。倒数第一名，对不对？三。好，孙孙是倒数第一名，就最后一名。嗯。那所以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就是问人家说，就是他乡里面另外一个考生父亲就问他说，我儿子第几名？然后孙三就是最后一名嘛，他不想让那个考生的父亲失望，因为。那个考生没得名，所以又说名落孙山。对，好的，我来选五年级乡土好。五年级乡土好。是非题，俗谚“一顿姑姑，两顿小肚”，是指一个人吃一餐当两餐，节俭又省钱，对还是错？对还是错？小草，你台语好不好？还不错啊。错，错，按确定，按确定，错，再选一个小朋友，选我，妞妞，妞妞，哎，我选他也是有原因的，有什么原因？因为他跟我一样有大门牙。四年级的自然与生活科技。好，四年级的自然与生活科技。选择题：以下哪一种温泉属于碳酸氢钠钙泉？一、芝本温泉；二、比鲁温泉；三、朝日温泉。哇，下面两个温泉谁知道？这三个温泉都在台湾呢，朝日温泉不是在日本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拿的是因为简单吗？因为肚皮舞谁都知道，一个人跳就可以啊。对，那一题真的，待会你也会有一题。而且小英姐点我，点我，点我，点我先，你先。他刚刚还问我说，请问一下，苏轼是那个牧羊人吗？是苏轼。潘玮柏。不是苏轼牧羊，朝代差很远，我朝代差很远哦，一个汉朝一个。你潘玮柏真的不是潘安在世哦，不，我是纯粹跟雅言聊天了。哦，你跟刘轩聊天吗？对，哎，苏轼是很舒服的意思。对，受不了。好，同学，你叫我是哪一个？温泉，可是谁知道它是碳酸氢钠钙泉？现在你就知道它是碳酸氢钠钙泉，是不是？一。到底哪一个地方的温泉才是属于碳酸氢钠钙泉呢？这边跟你解释一下哦，在绿岛的朝日温泉呢，它是硫酸盐泉；那在金轮的比鲁温泉，它是碳酸氢钠泉；那在资本呢，它就是碳酸氢钠钙泉哦。虽然三种的温泉呢都没有什么颜色，也没有什么味道，可是如果你观察我们资本的温泉，它的温泉池里面会有一些白白的沉淀物，很像石灰结石一样，那就是我们资本的碳酸氢钠钙泉。所以答案是一，资本温泉。你答对了吗？六年级的英文。选择题 ，You have the share of the profit， 空格中要填入哪种动物？一 ，wolf。二 ，tiger。三 ，lion。好，这是一句成语。拿知识卡。我要猜一下。你要猜一下，好。狮子王嘛，
最厉害的吗？最厉害的 Lion King Lion。什么时候动物会改变？好，三，好，这是一个童话故事，对不对？狐狸、狮子还有驴，他们去打猎，打猎打到了猎物了以后，狮子说：“哦，等一下，我来分。”他就说这一块先给我，把那一块先给我家人，好的好的都先拿走，剩下这一点给你们，但这一点你们要拿的时候还是要跟我狮子打斗，你们输了才能拿。坏狮子，好，这选的小朋友，选我，涛涛你坐在这里啊，选我。蓉蓉，厉害！选择题，小朋友朗朗上口的《游子吟》，其曲调是来自哪里？一、中国；二、美国；三、德国。美国会比较你知道的洋派 rock， 对不对？让台湾民众印象深刻的《游子吟》，你会想得到，原来它的曲调竟然大有来头吗？这接吻鱼一直在这样，这跟热带冷缩有什么关系？是吧？谁这么关心热能啊？郝云梅喜欢留胡子，不知道傻吗 ？Coming soon。六年级数学，看数学。问答题：小燕老师想带学生去参观魔术表演，原先的钱足够买18张55元的门票。后来杀价成每张33元，问老师可多带几个同学去看表演？好紧张哦！好紧张哦！几个？12个。12个。你确定吗？我很怕，其实那个有雨病，没有雨病，没有雨病。好，我们完全没有雨病。下一个，敢确定？笑一下嘛，蓉蓉，没关系。确定了没？确定啊？潘玮柏，你有算过吗？简单啊，这题真的是非常简单。你看我刚才数学题判若两题。是几个？真的要讲吗？真的，我还是怕我讲错。不会，我觉得是可以讲吗？可以讲。我觉得是多带12个。12个。来，下面一题，一年级的健康体育。一年级的健康体育。选择题。全台唯一还没有铁路电气化的路段是：一、花莲到台东；二、台东到屏东；三、花莲到屏东。好，这个应该知道啊，没有铁路电气化，所以呢，到那一个阶段呢，所有的铁路要换上柴油的铁路车，知道吧？那个地方。我们其他地方是有铁路电气化，所以我们有比较快的车厢，可是到了那一段哪里到哪里，我们就要换上柴油的车厢，要烧柴油的。
花莲到台东。花莲到台东。对你们，5、4、3、2，知识卡。使用知识加卡，知识力量大。从花莲到屏东，他是要换上柴油车的，所以那一段是没有，是比较慢的，没有铁路。2万4嘞！4年级艺术与人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选择题，小朋友朗朗上口的《游子吟》，其曲调是来自哪里？一、中国；二、美国；三、德国。我们可不可以听一点呢？选择题，以下哪位英雄不曾拜倒在埃及艳后的石榴裙下？一、凯撒；二、屋大维；三、安东尼。我个人觉得，因为凯撒跟屋大维是不同时期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，等一下，埃及艳后老公是谁啊？安东尼跟吴大维是同样的字哦。5、4、3，吴大维，确定？吴大维哦，不是吴大维哦。吴大维，选择题，安徒生童话里的拇指姑娘是从哪一种花中生出来的？一、玫瑰花；二、水仙花；三、郁金香。我有看过这个童话书，很小很小的时候。
小的时候都听过或看过，但是从哪一个花生出来的呢？五、四、郁金香，三、二、一。如果我停在这一题，此生已足矣。那如果你这题答对了，此生要怎样？请大家去看《傻瓜村》啊！我们现场多少？他说要请我们看《傻瓜村》，一共一百一十。果陀陀长的电话多少？啊！究竟是什么样的十万挑战题，让小燕姐狂笑，赖雅妍惊恐不已呢？ Coming soon。 最后一题，问答题，成语五十步笑百步是出自哪一本书？七龙珠啊，七龙珠。我现在在走一步三步，因为大家说我都不能提示，但是我可以走路。我走了五十步，我就回头笑那个走一百步的。一百步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小燕姐，这跟书没有关系啊。回头笑一百步。五十步，笑一百步。是出自哪一本书？五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知道。是出自这一本书叫《我不知道》吗？五十步笑百步，五十步笑。五十步笑百步，是出自哪一本书？五十步笑百步。五十跳百步，战国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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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确定。战国策，随便啦，我第一。厉害厉害，好像是，哇！我好在意你的表情，小燕姐。这个要答对了，真是。哇塞！就厉害了，我告诉你。题要答对了，这也嫁不出去了。五十步笑百步是出自《战国策》吗？百步这句话是出自于《孟子》这本书，孟子和梁惠王谈话中所举的例子。孟子和梁惠王说，两名士兵在前线作战时退却，一名士兵退了五十步，另外一名士兵退了一百步，而退五十步的这个人却去笑退一百步的人，说他贪生怕死。其实两个人都是退却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。后来我们就用这句话来比喻那一些跟别人犯一样的错误，只是程度上较轻微，却还去讥笑别人的人。今天最聪明的女孩叫做赖雅妍。
有最记得的老师？其实我所有老师都记得，我现在可以讲，我一二年级的时候七班老师叫田瑞玉，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是五班老师叫林和美，我五六年级的时候是七班老师叫沈乃英。哇！谢谢老师啊，谢谢这些老师，好高兴都你记得他，而且相信他们也都记得你。如果脾气不好的话，就没有没有，我以前是班长，而且是班长哎，难怪。就是那种廖北亚的那种。好，廖北亚，谢谢你，我们都会去欣赏傻瓜尊，谢谢，谢谢小燕姐，谢谢。好，一边做节目呢，一边我们把票就赢到了这个傻瓜村的7月24号到8月2号在国家戏剧院，这里头傻瓜村里头谁最傻呢？那应该就是这个爸爸了，来欢迎吕丽群。请大家去先再宣传一下，请大家来看我们这个戏啊，这个这里头傻瓜村，傻瓜村拿证了就不傻了吗？就不傻了。对，这里头呢，你女儿是赖小姐对不对？那你儿子也是你儿子吗？不是，是他只有一个人不傻，那傻瓜村的人全都傻，他们也都知道。所以如果我演的话，就我就演你太太。对，也很傻。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找一个不傻的人从村子外面来教我们念书。最后把你女儿娶走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还是傻。而且从7月24号演到8月2号，一共10天，可是我们只演6天8场，也够傻。够傻。还有一个多月只演6天8场。为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傻吗？国家剧院那个赞助的戏，所以这个戏是特别挑选的。挑选。尼尔塞门的一个很另类的剧本。很另类的剧本，《傻瓜春》。对。好的。那大傻，来，谢谢。好，谁小朋友？吃我！慢慢来，慢小朋友，老朋友，小西瓜。西瓜。老朋友。哎呦。五年级。五年级英文。健康与体育。好，来。健康与体育，是非题，捐血，捐血500毫升，需间隔2个月才能再捐，对还是错？笑这么豪爽，表示他这题一定会。刚才之所以笑，是因为我前天才捐过血。真的吗？捐多少？前天才捐的血。对，捊多少？前天捐了250cc 啊。所以呢？他这500cc 啊，500毫升啊，就是500cc 啊，要3个月啊。两个月是250cc啊！我在峨眉路那个峨眉捐血站捐的嘛。我们就这么巧，我们就今天出这一题。对，那天我是等了很久，本来一般去了就捐了嘛。为什么要等很久？结果那天是烟酒公卖局集体去捐血，结果就从2点钟等到6点钟，为了捐点血等4个钟头。而且烟酒公卖局的人是不是都喝了酒去捐钱？没有，他们好像是被逼迫的，不是被逼迫，被劝导。所以这题就变成你的肚皮舞题了。哎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好，对还是错？当然错嘛，间隔2个月才能再捐，那是250cc 嘛，500cc 应该是3个月。错。别挨了。血管还在这儿呢。而且你真的是经常去捐血。对，而且通常250cc 的血要差不多6分钟才能滴完，我这一用力4分钟就滴完了。真的，是真的，我每次讲真事儿，那个护士不相信啊，他没有时间去看，一个人要管好几个，大家都躺那边。他先生，我6分钟以后就可以帮你弄洗完。我说我比较快。他不会了，每个人都一样了。我说你看，他就真的看。我就一用力，擦，血往外喷。你怎么会这样？我说每一个人都会，只要你用力。好，来。2年级生活。好，这是台北县文化国小2年级的小朋友柯柔仪小朋友，来，你出的题目是。选择题。好难哦。
火场逃生的基本动作，以下何者正确？一、沿、堤、关、出、找、逃；二、找、堤、沿、出、关、逃；三、堤、沿、出、关、找、逃。潘玮柏，你能顺着把这几个字念完吗？沿堤关出找逃，找堤沿出关逃，堤沿出关找逃。厉害！记肚皮的时候更简单。二。二的原因是因为火一着的时候，烟浓烟是最可怕的，往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，往往就被浓烟呛昏了。所以你要先找，对对，要先找，找到之后怕烟，所以要滴在地上，滴在地上爬，爬着然后沿着那个墙的线，对，找找，然后找得到的话你就出得去，出去之后要立刻关门，如果不关的话，那个风会继续把你带走，那剩下当然都是逃了，如果不是逃也是跳嘛。对，应该是第二嘛，对吧？对，但是，不要担心。确定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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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确定，你几个字都说的不错了，但是你觉得火场逃生的时候最基本的动作应该是？使用知识加卡，知识力量大。为什么呢？三爷有道理，三爷有道理的。因为先要滴下来，再沿着墙壁出去。好。为什么关了门以后还要找呢？告诉你，第一次是沿墙壁出房门、关房门、找安全门、关安全门，而且是由安全梯逃生。关两次。好，谢谢，来再来，再找一个小朋友，叔，好，丁丁，来，丁丁，谢谢，四年级数学，问答题，下图中两个问号的角都一样大，则一个问号的角是几度？这个太简单哦，太简单。比肚皮舞还简单，这个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45度，确定吗？还是不确定。从这个情绪里面都是很赞成，是吧？很赞成嘛，哎，很赞成。45度。三年级社会。三年级社会。选择题，中国人最爱吃元宝，也就是饺子，它的别名是什么？一、饺子；二、圆子；三、饺子。饺子。简单。您这个姿势看起来像老爷一样。饺子吗？来什么馅儿的？同学借我看，这个你不知道。来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他不知道。这个你不知道。真的，它就是饺子。再选一位，选我，小草。小草，来，谢谢。四年级，自然与生活科技。选择题，小便后身体不自觉地抖一下，主要是因为一、热胀冷缩现象；二、膀胱无力关系；三、增加身体热能。这一题我没有办法给你提示，你没有这个症状吗？哇，从来没有。你从来没有？自觉地抖一下，都是自觉地抖一下，还有不自觉地抖。你自觉的抖一下，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抖干净啊！
这五十步笑一百步，你说谁不是这样？对的，我觉得是，我觉得三个都很有意思。然后什么热胀冷缩，这跟热胀冷缩有什么关系？膀胱无力，每一个人都会走啊，有什么无力的？增加身体热能，对，谁这么关心热能啊？来，同学不啰嗦。好，叫我其实是。还好，你本来想的是二是吧？对，我在想二。二，其实呢，这是身体的本能。所以你觉得自觉会抖一下，是因为身体有需要。三，太好了。怎么样？好。现在了解了吧？抖一下不是没有意义的，是有意义的。就是水没有了，你自己要补充，懂了吗？不要乱抖哈，太难了。六年级国语，来。六年级国语，你还？选择题，《桃花源记》的作者陶渊明，人称一五原先生，二五柳先生，三五条先生。你演过《暗恋桃花源》吧？这题，这是你的肚皮舞题了吧？陶渊明嘛，是吧？陶渊明嘛。采桃之下，悠然见南山。然后他那个院子里面，旁边还种了几棵树。不晓得是三颗还是五颗，有点靠谱了。有点靠谱。他喜欢留那个五柳胡。哎。胡子，男人的胡子如果是两边这个这样的话，就叫三柳。三柳。对。如果再加两边的话，就是五柳。五柳。陶渊明喜欢留胡子。所以他就是五四三二一。二。晚了，我都按了。说到种树，就知道他会了。他还跟我一柳、二柳、三柳、四柳、五柳。哦，二五柳先生。耶！猜的，完全用猜的。哎，可是那个你讲到是他种了几棵树，那就对了。对不对？几棵树是对的吗？对，种五棵五柳，他就说跟胡子没有关系。跟胡子也许有关系，但是最主要，他讲他自己是五柳先生。真不知道，真是猜的。真猜的，厉害！来，艺术与人文。一年级。一年级。我上次就卡在三年级，对吧？对。是非题，水族箱里的接吻鱼会亲亲，其实是异性求偶过程中在打架，对还是错？对还是错？错。错。那是在干嘛？都已经按了，每次都 A 晚了啊。好。因为那个接吻鱼一直在这样。对，所以不是。这个求偶的话次数太频繁了。对。这伤身体是吧？伤身体。他这个是有别的意义。有别的意义在。好，错。我一定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是错。你这，他有解答，答很棒。你答案是什么？不适合在这个年龄。不适合在这个节目讲。其实他们就是真地盘，他们是一个口癖习性，他们就是要真地盘这样。完全跟求偶无关。刚才以为是在打招呼，或者是在替对方清洁什么之类的。No。就像猴子一样。No。好，运气。运气。两个，我也不要找英文。六年级的艺术与人文。六年级艺术与人文。问答题：《天方夜谭》中的《辛巴达历险记》，主角一共出海几次？
《辛巴达历险记》主角一共出去几次？小朋友不能说。好，五、四。别，再想一下嘛。想一下，四。没有一个说的。几次？你想想看，《辛巴达历险记》可以出去几次？我已经提示了。以前也不是像我们这样。对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次。我说不能够出去很多次，他说一次。我的书怎么写啊？就出去一次，一次。想答七次的，七次的，我真的本来想猜七次，猜七次，对，这才能写的书嘛，对不对？说一下你已经来过两次我们节目，你的感想是什么？都是碰运气，碰运气都没有办法说是靠实力。不过今天我女儿雅妍真的是底子好，底子好，相当好，相当好。我每次都是就是觉得哎呦捏着头皮过关，哎，所以你觉得她？找得到。雅妍什么星座？射手座。那太找得到，他找人不是人找他。找得到。潘玮柏怎么样？谁？潘玮柏什么星座？狮子座，很合。哦，那也是你找人的。而且你们两个还挺合的。哎。狮子跟射手男就合。合吗？对吧？合。好，那谢谢你们，希望你这次演出成功，谢谢。多加油啊！是，这个没问题哈。是，下次再来。是，虽然流浪很多地方，不过忘了看电影。别，下次带爸爸来，下次带儿子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希望大家都来。哎，你们俩就站在一起了。陈先生，我把他支票拿回来。